当年就是你们解封了神珠，害得我们元大都百姓和我众兄弟的死伤，对吗？说到这儿，可得谢谢你们玄门的好徒弟熊霸了。如果不是他，我们黑吉会怎么会这么轻易得手？我你，那这太好了，那主谋已经死了。这样，你这样吧，你带着你众兄弟啊，回你们家去。我呢，就当你们在元大都旅游了一趟，我还顺带送你们一些土特产，怎么样？这事就一了百了了呀！废话。很久以前就教导过我，人多的不能欺负人少，年少的不能欺负年老。你去救师父，我来搞定他。这个刚才打打杀杀这么久，你们也辛苦了，要不咱喝口酒，舒缓舒缓。舒！谁知道朱大夫，别慌，保命，咱快跑啊！